是阿国的声音，阿国，阿国在哪里？阿国，阿国在哪里？阿国，阿国，阿国在哪里？鬼啊！哦，阿国，你很讨厌，你干嘛吓我？你叫我什么？阿国啊！你怎么可以叫我阿国？我是阿呆。啊，对对对，这边我不是阿国。啊，哎。哎呀，我叫什么？我忘记了。哎，我叫什么？阿瓜，你怎么可以欺负我？我不是字啊！哦哦哦，对对对，好，我问你，我们来这边干什么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不是皇后派我们来去把那个以后会变漂亮的丑小鸭乔伊秋怡公主抓起来丢掉，对不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吧。哦，好吧，那我们出发吧。哦，好了。好像有人来呢。先躲起来，好累哦。躲起来。我好累。过去一点啦。过去。跑跑跑，我输了。跑跑跑，不休。哎，这样工作我跟你说，不但会跳，而且还会唱歌，跑不休。喂，那边那个胖子，那个胖子，胖子，哎，你啦，啊，谁胖子？我，对啦，哦，叫我，对啦，什么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丑小鸭救乙公主哈？我是啊。哦，你不要跑，我没有跑啊。哎，小心一点好不好？哎，这边是你的路，很危险呢，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跟你讲哦，森林里面的石头都湿湿滑滑的，容易跌倒，你哦要注意一下哦。你关心我，啊、不然呢？你人好好、哦，我本来就好人啊。我可以跟你握手吗？握手？哦，好，可以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啊。我有粉丝啊。你有粉丝，你这样跟好人握手。你把他们两个累死了！哎，你看，好好笑哦！小朋友。
个家庭运动也很棒。真的。哦，家长在家里好，可以一个半吸血鬼，一个跳。预备了。好，这一次了吗？这一次了。好，准备，小心，要小心，要小心。手先起来啊！好，预备。我希望